前曾经也是有个旧的场域，就是在这个台中火车站后火车站有一个20号仓库，那20号仓库也是国内算是第一个哈、哦，这个接纳艺术家的创作，同时跟民众互动的分享的场域，所以真的是很高兴可以由他今天来代表我们台湾的这个算是第一个首创的这个文创的这个场域啊，来跟大家分享，请大家热烈掌声。
都没有，只有我们那家店，台中的那个市民大道，所以我们就是一个梦想。然后，可是我觉得我开了这家店之后就很有意思，就有永丰山励志的总经理会跑来说，哎，你这个茶比我那个好喝，然后或者是说就会认识很多做餐饮的人，因为你开了一个店之后，你就在那边顾吧台，然后你就有机会直接跟他们聊生活。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觉得还算我自己一个还蛮大的转捩点。而且那时候之前做集合住宅的东西，大概都是建设公司他们决定一些材料，因为他们有时候他们那个时候是这样，就是所以你好像你能够发挥的很有限。那你开了自己的店的时候就真的还蛮好玩的。那也很幸运，那时候又决定我要回去念研究所。所以在开始找茶店的时候，又同时念研究所，然后那时候东海刚好在做规划铁道艺术网络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就然后那个老师就我的老师就有来找茶店，他说你把这个空间整理得不错，现在有这个案子，你去试试吧，你就去，然后就有机会就做到了烧菜。所以其实建筑师，如果你走传统的路线，可能你就不太有机会，好像跳出来。那反而你走了一些奇奇怪怪路线，还很多有趣的机会就跑来了，这样子。好，那我待会就会慢慢的来讲我的二十号仓库。那其实也是因为二十号仓库的关系，然后盖到一半就发生九二一地震，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转捩点。然后呢，做九二一做二十号仓库的时候呢，其实已经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因为我第一次做公共工程，那只是在那个现场，在就是地震是一个，我觉得是自己对自己跟对整个台中都是一个很大的震撼。然后我很幸运，在这个之前盖的房子都没事，不然我就不能进灾区好好的服务，所以我就进灾区。然后进教去，那很幸运的就是台南国小就获得一个工作，所以这一路也是一个很崎岖的一个路线。但是我自己是觉得我设计的东西也常常久久的碰到人说，哦，原来二十号仓库是你设计的，然后他说二十号仓库陪伴了我很高中时候很低潮的那个阶段。我在台大演讲，然后那个学生这样子讲，就会发现其实你创造的一些空间，其实成为了大家相遇的地方，就变成了很多的故事的场景。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就觉得自己的做设计师还蛮有价值的。所以我想，一个建筑师的价值，应该就是如何创造一些空间，成为很好的背景。好，那我大概会很快的介绍我十二个比较特别的作品这样子。好，下一张。好，那其实我的事务所是在我的楼下，是一个东海书院，就是整个我把它租起来。然后那时候租起来，其实我想要创造一个叫做立体的文化巢穴。然后楼下是书店跟咖啡店，也是朋友他们开。然后我很幸运，就可以每天上班，我就可以经过那个书店，再到我要买一杯咖啡，再到楼上。然后有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喜欢蹲在一个角落，然后旁边都是诗，然后就蹲在里面看诗集。我觉得诗集是我自己很喜欢逃进去的一个空间里面。然后楼上就是两个建筑师事务所，然后两个艺术家的空间。然后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我觉得在东海，在中港路旁边。然后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巢穴，一个基地这样子。下一张。好，那其实二十号仓库已经十二年了，然后昨天我也去开会，就是二十号仓库是第一个铁道艺术网络，然后之后就有嘉义、新竹、台东、屏东，然后其实每个的铁道艺术网络，那现在因为不同的经营者的背后，其实他们有的是县市政府经营。那他的经营方式就也不太一样。
之后，我回头看我自己的二十号仓库，我是觉得有几个，那我借用了卡尔维诺的几个轻快、准、简、繁、快这几个原则，我大概去感觉说旧建筑物的空间怎么去抓那个掌握它的紧凑，因为二十号仓库非常非常小，它真的只有两三千可以铺底，非常非常小。那我们如何用你的手法去产生，然后它你要拯救，就不能整完之后变得太新了，那个旧的那种感觉不见了。那我们如何把之前的一些着痕能够留下来，然后这些很重叠、很丰富的层次，然后而且我那时候是做这事，我希望我整理完，我不要让旁边的空间觉得很卑微。我觉得空间做完之后，我们应该旁边的空间是一股风。我们是用缝补，然后让这个空间能够做出来这样子，下降。好，所以其实那它就是一个比较大的空间，然后外面的空间做一些小的整理，然后利用一些水平的线条，然后和用不同的网络去做一些隔离，这样下降。好，那后来是当二十号仓库也变成了，其实很多外国人来到台中，他也会来仓库看看艺术家。那这也是我整理了几个做设计的，怎么样去无存精，然后怎么样子可以和谐，然后我怎么样抓到几个材质，然后去弄。那其实这都是其实讲二十号仓库也在讲很古老前的事情了。好，下一张。好，那其实二十号仓库它可以展览的作品的时候，就是有些作品那种很有记忆的作品，在这边展览的时候就非常。那再过来就是，也是因为二十号仓库后来九二一地震就做了这个案子。其实这个案子是非常非常小，然后它但是它的影响就还蛮大的这样子。好，那它基地就只有40公尺、70公尺，然后把操场绕一圈，啊，让它这边就是坡坎，然后。它的重点是要怎么样呈现不同族群的特色，大家。那其实我们那时候在做的时候，我们还做了两个案子，因为我碰到一位我们之前的老板赵一行，那他说他也要做，好，我说我们两个人就各自做一个案子。那我做的是比较传统的，就是把布农家屋放大，然后他是做很有机的形状。那自己，那我也觉得他的案子也很精彩。然后之后我们大概做了两个月。就在1月份的时候，然后我们各自就去提报，然后跟村民提报，然后这个是由民企他们捐赠的，就是浩然基金会捐赠，大概是5000万左右，来要来盖。然后那时候我们去提报的时候，村民就说，部落的人就说，可不可以盖两个学校，因为他们都觉得都很棒，就是发现部落的人都非常有趣。好，然后但是后来基金会他们是觉得我们这个比较有提到布农族的文化的部分，所以就选择这个案子。然后那时候也是去找寻一些材料，也就是布农族早期他们用石头去堆叠的一些工坊，把它找出来。然后在山上，其实上有很多的网子，送豆子啊，然后孩子们下了课，事实上他们都是在农田里头嘛。好，然后我们那时候就做了模型，那我希望用布农加工的转换。好，那这是就是说怎么样子去找到，我觉得文化的这个辨识不能只是用图腾的方式，我们去找空间的氛围。那这是周族的会所，它是独立的一栋房子，然后把它加高起来，木头。那我去找的不同族的部分，他们还没有发展出2层楼的空间。那我是假设说，如果他们有一个会所的时候，可能石板是在下面，然后木头都拉起来，然后就形成一个这样子的空间。然后，所以我就把教室放在上面，变成孩子的学习的会所，然后下面是一些办公室跟图书馆这样子。好，那这是我在发展这个台南国小的时候，那用钢构外露的方式。所以到底什么样的空间放在
山上，对山上的压缩是最少的，然后它稍微比较轻，然后又有一个比较大的主攻这样子的一个概念。那但是其实我们也是很科技的去处理中水，然后绿建筑，那时候还没有发展，还没有所谓的绿建筑，但是我们那时候已经是先做了。然后上面的夹层还有一个小的夹层的空间。那现在这个案子大概也是就是变成那时候灾后重建原住民的学校里面的一个经典的作品，看到好，那是图书馆的部分在中间，就是他们小品唱原来的位置。好，然后孩子们就是可以在旁边这样子。好，那这是平面图的，那是中轴的部分，然后用木头加入四个角落，然后还有烤火的地方，所以它的空间非常非常小，但是它成为了一个他们的文化的一个，就是把学校跟文化整个结合在一起，它成为了整个的村落的学习的区域。所以其实我觉得社造从小学来做社造是很适合的，因为大家把孩子都放在那边，他们事实上社区也会很关心那个空间，所以我就是等于把这两个事情做一个很好的整理这样子。好，那其实那时候同时我自己是教徒，所以我对宗教空间也是很有兴趣，所以后来台南那古堂的重建我也有帮忙，但是我的做法就跟台南国小完全不一样，把它当成是一个比较纯粹的空间来做设计。好，因为它其实台南国小在下面一点点，在部落中心，那台南那古堂在最顶端，那我就把它做得很干净，有种音乐性的感觉，然后非常干净的白色的饮食者，然后去呈现出对神的崇拜这样子。好，那是利用山坡地阶梯，然后让祭坛不掉这样子。好，那是阶梯式的。好，这是平面图的部分，然后结构也还蛮单纯的，看一下。好，然后就是，但是也是蛮难过的，就是说，其实我觉得我们建筑师有时候做的设计，但是他们会觉得其实并不好用，所以后来事实上这边好像他们盖了新的东西。一样，其实我也是会，我们建筑师常常会做这样的事情，然后我有时候会说，其实你可以找我，我可能可以做的那个并不会太破坏，因为对山上来讲，他们有时候觉得缺空间，他们很需要空间，他们觉得安排很浪费，他们就会再盖这样子。那这个就是也蛮难的。
然后光线去打的时候，实际上还蛮有味道。所以我要把修女院这样子的一个神圣性又很又是一个家，去把它呈现出来。下一张，好，那是侧面，其实修女住的地方是藏在这个梗里面这样子。下一张，就是一个隐藏的空间嘛。那时候做的模型，然后也是用了彩色玻璃，所以我就觉得是我在中国，我去教堂后面常常被感动的，常常是这样子的一种彩色玻璃光透进来的一种感动。好，下一个。好，那其实很有趣是，我后来做家庭女工，其实我是把刚刚那个修道院的感觉就通过来，所以这算是我台中还跑到台南去做的第一个案子。好，那因为为什么我那时候去做的想法就是说，因为以前我看台南的很多学校都是用钉挂砖，他们好像觉得钉挂砖这种东西是比较像学校建筑，但我到这边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其实它有机会是一个穿一件很舒服的衣服，那我希望让佳琪女中有一种有气质的女校这样子的一种想法，所以我是这边是向南，所以我就用了各种各样的编织。那我觉得台南有很多房子都有很纤细的一种立面，然后尺度也是小小的，很可爱，然后贴一些瓷砖，这些都是很美的一个这样子的呈现。所以我希望让这种美的感觉在这边能够去呈现。所以就是两栋，但是中间有一条去把它拉起来，那中间其实很窄的设计。下一张。好，那实际上我们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去把它挂上去，这样子，看到吗？啊，所以它其实是一个织布的概念。那它有两边，一个是对外的，一个是对内的。然后它有基层上的，它是台南经验的，然后加持消风，然后还是一个机能很好的船。然后它又有一些转折的地方啊。实际上我最喜欢的是转折的地方，因为对我来讲，我在学校我最喜欢就是挂在阳台上面往外头看的那个记忆，我觉得比教室里面的记忆还要重要。所以那个关节的地方，我是觉得说还有可以呼吸的空间这样子。好，那后来这个公共艺术也是一个艺术家，他两个艺术家，一个是纤维艺术家，他用不同的网目，然后做出个独立的感觉。然后斑斓是另外一个艺术家，他是彩绘玻璃挂上去。有很多种层次的感觉，好，然后人走过来就变成一个剧场一样的空间。好，那就是三场。好，下一场。好，那后来也做了台大戏剧场，下一场。那其实也是一个很小的案子，我用了一个13公面砖的东西，然后他做完之后好像都没有人发现他。偷偷盖了一栋房子，其实我喜欢有点点隐藏的感觉，让这些数字保留下来。那实在封面呢，我就觉得就是台大它早期的那个材料，事实上是从材质出发，然后这个设计很简单，真的就是一道墙，然后开一些开口，是我们大二设计常常会做的设计，对建筑系。然后，但是我提供了一个窗子，出来一个玻璃橱窗，然后是可以放一个书的。那也是说，我觉得台大其实。政治烟消味浓，艺术稍微少一点，所以这个案子是偷偷的放了一个这个设计，然后有三个艺术的作品在里面，然后稍微多了一个可以让大家停留和休息的地方。好，那是背面。好，那我把它抬高一米，然后下面就是放网球场的教练中心，是一定要放在台大牛奶。当时它是一个地下停车场的出口，结合它的出口，然后在这边事实上是可以看到我们台大的校园的，看到吗？那其实也帮他取名字，那有个醉月湖，其实我还蛮喜欢取名字还蛮有意思的，看到吗？然后他开口刚好可以看到对面潘基老师。